刚那啊，你们这是在闹呢？老板，你这么欺负人，我都看不下去了。老板，老爷，六军出行，欠我十个红包，求求求！欠我十个红包，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我跟你讲啊，方烈方烈人特别好，方烈人特别好。欠我那十的方便面，至今没给。那你让我帮你是不是看我点你要不要帮使用艾伦拯救他艾伦你要使用艾伦这个角色要不要你要使用艾伦这个角色要不要你要闪出艾伦家的卡片这不能条件是我们五人多加的